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Here's a pro。 这个礼拜有非常多的事情发生了，其实尤其我们的邻国啊，哦，这个有一些这个重大的这个领袖的改变啊，哦，接下来今天的主题会在这里。不过呢，在这个之前呢，倒有一件事情哦，先来请教大使，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啊，美国国务院啊，最近把他的网站做了一些整理啊，哦，那呢，他把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呢，给他移除了。这个是这个在5号的时候啊，其实已经快要到上个礼拜了，但是这几天呢，开始大幅的报道。哦，当然我们知道常常这种啊，这种报道突然之间加大幅度呢，到底是不是跟国内的这个疫情有关系呢？齁，这个值得商榷一下。但是反正总之引起了不少人注意啊，怎么说呢？它上面呢把台美关系的这个事实清单啊，它叫做 fact sheet， 啊，它移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哦，美国不支持台独等用语哦。那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六项保证长期一中政策呢，哦，这个把它新增进去，也就是其实这个在过去口头上也有讲啊，哦，那对于这个国务院发言人说，哦，没有，我们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哦。但是北京的发言人这个赵玉坚呢，他就说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等等等等，哦，我想还是有些反应啊，哦，不过台湾这边的反应呢，看起来是很低调，包括我们看到外交部长欧江安，其实有讲的也没讲嘛，就这个大使你怎么看这一次国务院呢，啊，他突然之间把这样的一个文件做了一些调整，而不是在拜登上台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上台一年之内，这拖到现在拜登都快上台，这已经一年半以上了，就快一年半了，一年半左右了，这个这时候才来做大幅度的这个修整跟调整，这后面有没有什么政治意涵？这个政治意涵非常深远啊，这个是一个重大方向的调整啊。那台湾如果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将来两岸发生战争的话，这就属于内战。是。那外国无权干涉。那你如果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话，那两岸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就可以界定它是一个啊，这个国际战争。那基本上它就可以去干涉。它用很多这个就目前干涉这个乌克兰的方式啊，他就师出有名，要不然的话内战你就师出无名。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他把他这个论述把它拿掉，我想是一个很深远的一个思考了。嗯嗯，因为有很多人说这个是美国在切香肠，然后做一些长期铺排的准备。他现在先跟你说没事，没变啊，我们是照着这个台湾关系法。但是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就像郭正亮或其他人，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像民进党的这一些分析，他就说，就美国就是他只是把心中所想的正式承认而已啊。但是他们当然在官方态度，例如说像是在外交部的态度上，他不能有所改变这样子。他事实上你要知道，这个美国人啊，基本上是非常逻辑的，就是说他们的逻辑性很强。而且基本上就是说他们是非常哈，这个英文叫 legal minded， 也就是说他们脑袋里是非常有法律的概念的。所以第一个逻辑，第二个法律 legal minded， 他这一些在逻辑上跟所谓的他的这个法律的思维里面哈，他认为跟他未来的目标相背离的这一些实践或者论述哈，他都会把它修改掉的。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他把这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他把它拿掉的话，就是从他的逻辑，因为他现在定了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两岸开战的话，那我有什么东西啊，我可以做什么。那可以做的话就是说不违背我现在自己的立场。对。我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我自己过去的法律上的承诺是什么。所以他都会先把它清除障碍。这个是一个逻辑思维的一种必然演变嘛，也是一种法律思维，它会做一个必然演变。所以你不要看这个法律上看的就是你的论述啊，看你说了什么啊，对，除了看你做什么啊，看你说什么啊，这个说什么就代表了你的这个事法性，你将来采取行为你不会自我矛盾或者前后矛盾或者说碍手碍脚。所以我觉得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个文化，这样这个民族。第一个它逻辑，那么第二个就是法律角度看问题。所以你认为他这个也不国务院网站上那个几个论述，可是代表他官方的立场。
那官方都这样讲的话，那台湾中国一部分，那美国有什么立场来出手干预呢？基本上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考量啦，当然还有其他的考量啦，也是对中国大陆一种施压嘛，那对台湾现在主张台独的政权啊，也是一种鼓励。所以其实他在这部分他已经做好一个冲突的准备，我可以这么说吗？他已经在、当然是。对，因为如果说就像大使刚有提到，两岸如果是内战，那你当然美国是没有任何介入的杠杆，可是我现在往这个方向去迈进，也就是将来他要铺排一个当两岸冲突的时候，我有一个可以介入的空间，因为既然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就可以对台湾施以援手。如果是内战，我公然的对内战的另外一方施以援手，那就等于是等同是跟现在的政府直接要宣战了。对，我可不这样。他也是师出无名啊，人家内战你去管什么？对，你有插手的空间，国际法上并不给予其他国家插手他国内战的这种啊法律身份跟地位啊，没有权利啊。那这件事情会不会跟现在他在这个乌克兰他这个所的做的操作其实是有些联动的？也就是像乌克兰他现在他用大量的，比如说最近又刚通过一个这个租借法案嘛。那等于说是极尽全力之援助、这个把自己化身民主兵工厂、那这个让这个俄国完全陷入就拖进这个泥淖当中。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美国来讲，其实俄乌战争的这个方式对美国来讲也有启发？如果说中国也困在台海局势的泥淖当中，其实对美国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它的盟友必须要回归到它的安全体系里面。因为我们看到后冷战时期的时候，整个大部分的盟友因为安全体系已经不这么重要了，渐渐的就跟美国就分开。那我们最近看到最明显的其实就像德国，他被迫得回到那个以美国为首的安全体系里面，北约从脑死之间呢突然又脑活了、那种感觉是不是他这个部分的这个其实模式是可以做一些对照跟参照？我觉得你讲的非常正确，这个确实就是如此。那俄乌战争给美国的第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说，这个没想到一个弱小的一个权力跟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军事强权还可以如此这样子僵持下去，对立下去，这对美国就本身就是一个很大鼓励。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借助这次俄乌战争，美国过去在欧洲逐渐式微的这个影响力跟他的这个权力那么现在快速得到复活。那第三个就是说，美国过去很想对俄罗斯做的一些事情呢，那么现在这个机会他都可以做。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应该，他们不管是军事部门的战略部门的，那么还有拜登政府里面应该都深受鼓舞啦。那么他们就是我就是一直讲要用好用尽这次战争，那么充分达成美国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目标，因为这次战争给美国太多利多了，那么经济上也不要讲也是一样，安全防卫上战略上对美国来讲都立刻看到都是满堂红啊，一片好彩头啊。所以美国现在是所以火力全开了，这个二次大战以后都没有用的租借法案也马上拿出来，快速获得通过，对，众院通过，马上参院通过，然后总统签字这两天就已经签了嘛，生效了，就赶快给这个泽伦斯基一个空白支票你要什么给什么，反正你就好好给我打就对了，那打出什么后果打完再说。那这样子其实这个对乌克兰人民来讲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浩劫那不过我看就最近这个当然在这个俄乌之间这个局势是这样子越发展愈发发展，就可以发现这种泥淖化的一个根本的需要背后支持就是美国要这个外部的一个力量进入这个地方，那它这个格局当然改变。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说印太这边呢也开始这个非常的不安稳因为俄乌发生到现在呢美国好像开始又慢慢把注意力又放回到印太，其实一直都有一些铺陈不过倒是最近这个亚洲有很多的大选一来落幕了那当然最受瞩目的主要是一南一北我们两个邻居一个是韩国的李行月这个最近来这个就任那另外一个是菲律宾的这个新的这个总统大选那个小马可斯呢
那在台湾大概这个最有名的这个马可士啊，是独裁者啊，家里污了非常多的钱啊，他的这个老婆啊，这个伊美黛啊，这个有几千双的高跟鞋啊，等等等等。但小马可士这一次赢得非常漂亮，他的这个得票率甚至是这个他的竞争对手两倍了。那当然，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央社啊，都做出一些报道啊。那他都中央社又引用某个外媒的一个报道说，这个更加的亲中疏美啊。那当然，韩国的胜选是保守派哦，尹锡悦被认为是疏中亲美哈，也就是说，一个是亲美派，一个是亲中派。大使是不是帮我先回顾一下这一场这个菲律宾的大选？那另外帮我做一个一南一北这两个联军的一个分析一下，他们这个态度上这个差异。我觉得当然就是说，韩国的政治一直摆荡在这个好，所以进步派跟保守派之间，就是说他们这个中间有这种轮流执政的这种好，过去的一种好历史上的一个事实。那当然，文在寅当然是进步派，进步派基本上这个韩国民族主义啊，然后呢，两韩能够统一。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跟日本是非常对日本的这个日本的殖民历史啊，叫日本深刻反省的。对，那跟美国关系的话，也不认为这个跟美国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因为跟美国关系里面问题很多。这是韩国所谓的进步派的他基本的一些立场。是，那保守派就是亲美啊，那么亲到一个程度，居然还要跟日本也要改善关系。那么对于北韩基本上就是一个对抗的态度。那当然在亲美的条件下，对中国大陆的话也基本上会比较随着美国的调子走。我想这个就是说进步派跟保守派之间的一个差异。可是这次大选尹锡悦基本上原来开始是落后，是他太太出了点问题。后来他太太又很厉害，帮他反败为胜。最后他是以 1% 的只赢了一个百分点，是，所以他的胜利基本上其实并不是一个英文讲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对，可以好好后面五年舒服的干了五年的这种胜利哈。那也有人说因为他亲美的立场，所以亲美派当然就很在韩国里面，那么当然也很容易动员很多支持啦，就让他当选了。不论如何，他当选以后，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亲美绝对是他一个主轴啦，也是他对外关系啊，未来韩国未来发展，我想是他一个主轴。那就是说，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就变成就是说，他是不是会继承文在寅的对中国大陆的路线？那么他不继承的话，意思就跟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再像在文在寅的时候啊。那么跟中国大陆关系那样子的紧密，尤其在重大国际事务上面啊，那么文在寅基本上以不表态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支持。对，那这种就是说你表态的话基本上你就是选美国那边，很明确选美国那边，尤其像四方会谈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啊，那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他们之间签有这个协防条约的，就跟我们中华民国在共同防御条约是一样的这样。所以而且美国在韩国驻军应该有30,000多人吧。那么驻有重兵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就是说尹锡悦他对中国的政策要跟文在寅差距有多大。那如果差距比较大的话，那么后在重大事情他的表态的话，那么是被中国大陆认为是有敌意的话，那事实上的话就很可能招致当时这个朴槿惠的时候啊，因为萨德飞弹系统啊，中国大陆对韩国的这个哈强烈的制裁，那强烈的制裁，经济制裁了，韩国是没有还手的余地的，那经济上损失极为庞大，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韩国的经济发展，对，那么跟尹锡悦他对中国大陆在相关重要议题上的表态上，他是不是会同样犯朴槿惠时代那个错误，是让韩国在中国的这个好经济利益好受到重创。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值得观察的。因为尹锡悦事实上他原来在美国的这个报刊上投书的时候，他是准备考虑部署第二套萨德飞弹。那么这是很明显的挑衅啦，美国也没有说要他部署啊，一套还不够嘛。他强力表达他那个亲美的立场。他其实不是觉得这是一种表态嘛。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选举的一种啊、哦、一种策略啦、嗯、然后把它的极端化。那事实上他真正当选以后，他又说，他的发言人又说，哎，这个事情我们还要再来考虑一下。那么跟日本关系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因为韩国跟日本关系除了慰安妇之外，还有所谓的这个哈、啊，在这个日本统治韩国时候，那么非法哈、啊、拉了很多韩国的民工，是在日本的工厂里面、啊，在血汗工厂里做工，而且很多被虐待而死，征用工虐待，还征用工是虐待而死，因为我看过有一些电影，像韩国拍的电影啊，《军舰岛》，那就是。哎，军舰岛，嗯，那你看怎么会把韩国工人都放在一个军舰，在一个岛屿上给他们做工？是，那个看起来就像个大监狱啊。是，那所以这些问题，还有这个韩日之间那个领土之争，主岛跟独岛啊，就同一个岛。那这个岛领土之争，现在看起来不只是韩国方面难以放下，那么日本方面这个对这三个问题的这个哈、啊。抗拒心理也非常的强，是，所以这一次就是说，日本首相就没有去参加这个尹锡悦的就职典礼，即使尹锡悦在他这个竞选的时候对日本发出这么多啊非常令人压抑的橄榄枝啊，可见日本方面还是啊半信半疑吧，而且日本也有日本的立场，也没有办法跟韩国一笑泯恩仇啦。那另外更不要说的就是北韩了，是这么亲美。这么亲日啊，这么跟中国大陆哈、啊，不像过去文在寅亲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政府，很自然就会想说，北韩一定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哈、啊、友善的政权嘛。本来关系就不好了，像文在寅的话，都被文在寅骂他说你就是美国人的鹦鹉，你这个尹锡悦不是美国人肚里的蛔虫吗？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尹锡悦这个他在竞选时候那几个主要政见啊，到他执政以后啊，我觉得他能够妥善解决的几率不是很高，因为彼此这个冲突性都很大。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到时候是看吧，是第一个跟日本闹翻呢，还是跟大陆啊冲突，还是跟北韩啊这个激烈的对抗啊，这些啊如果尹锡悦他不好好的善加处理的话，很可能都变成哈、啊，本来过去五年相对平稳的一个朝鲜半岛、啊，可能会变成将来也变成一个多事之秋啊。不过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啊、这刚刚啊，哈，这个大胜而出的、啊、这个小马可斯啊，菲律宾这个小马可斯啊、嗯，这个准总统啊。那当然台湾人这个我刚才提到就是一直想到，每次看到他就想到老马可斯，想到他老妈伊美代这些贪腐的家伙。嗯，可是他已经20年哦，在18年哦，在菲律宾从政将近20年的时间哦，赢得非常漂亮，赢了2倍哦。当然，一同当选的还有现任总统杜特地的女儿嘛。哦，大使您怎么看这一次呢？哦，这个马可斯家族跟杜特地家族啊联手出击，这个简直是这个赢到、啊、这个翻掉了哦，这个60%以上的这个支持度，等于说因为菲律宾的选制很特别嘛，还有5年一任哈、哦，那等于这接下来这5年他的这个执政基础是非常非常稳固的、哦。我想基本上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杜特地哈执政获得大部分人民肯定，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人民开始怀念马可斯，那么认为马可斯的时代哈。有很多优点的，是那么比他后来马可斯后来被美国人搞下来的这些历任总统啊、嗯，都有作为，也活得比较有尊严。那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说马可斯的时候，菲律宾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国际上是一个好受人家好起码敬重的一个国家了。所以我想这是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也就变成历史的发展啊，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化，它总是在这种曲折中间进行啊。那你也可以说，从这个杜特地开始，菲律宾人重新找回自己做自己国家主人的这种啊希望展现，而且呢又重新怎么讲，又重新拾回了啊菲律宾人的自尊心。你知道菲律宾这个国家有一个党，还有一群人叫追求。让菲律宾成为美国第51州的党，是还天天在活动，他非常非常怀念这个哈、啊，这个哈、啊，想要做。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的问题很简，哎，对对对，他就是说
怎么解决菲律宾这些问题呢？那就是成为美国第51州，我们就立刻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是一种极上极没有民族自尊心哈、自信心的一种行为啦。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对菲律宾的强势这种控制啊，让菲律宾人哈、一方面哈、也觉得无力，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哈、受到屈辱，嗯，所以才会从这个小艾奎诺 Aquino 哈、下来以后啊，像这个杜特地这样子的政治人物，是基本上我们如果今天给他定一个定义的话，我们不要讲他亲中还是反中，他绝对是反美的一个菲律宾总统，他就是靠反美而得到的民众当时得到支持，然后呢，随后这五年的政绩哈，那么他敢放手去做，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得到老百姓的肯定，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就是菲律宾整个社会的一种哈，对菲律宾这个国家重新燃起信心的一次国族复兴的运动吧，因为这两个人都不会亲美的，因为菲律宾在过去几十年历史只有一个国家是菲律宾最畏惧的也最向往的，就是美国，因为马可斯当年下台，那么跟美国也脱不了关系，对，最后全世界一起来啊，来声讨马可斯哈、也跟美国脱不了关系，是、后来马可斯下台以后就是艾奎诺的遗孀他当选总统，那么他当选总统当然是就完全走亲美路线了，那这接下来几个总统有这个好几位，那时候对那个Aquino 的夫人，嗯哼，对，那菲律宾的政治就没有清明过，嗯，腐败，然后政府无能，然后呢老百姓呢生活没法改善，社会治安动荡，从 Aquino 开始就是这样，对，就没有改善过，所以这些呢都是跟美国是完全跟着美国走的，那最亲美的就是Aquino 的小儿子啊，所以他下台之前搞了一个南海仲裁案、完全配合美国去做了一件对菲律宾没有任何益处的事情，去这个南海这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上跟中国大陆对决，你说他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对，他已经到了完全被美国人当作一个棒子使的那个地步了，当然他本身他就从小在美国长大了。那大使，从整个大势来看，是不是亚洲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或者是说不仅是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而是已经找回自己的定位？因为其实亚洲文明啊，历史都比美国悠久太多了，不管是印尼啊，这个印尼以前就是强大的帝国啊，满者伯夷啊，等等等等的，这各地都有非常悠久的文明啊，不管这个哪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但重新的找回，其实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那个殖民当时那样的一个殖人精神啊，那个殖民的殖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感觉有这样的趋势哦，是在没有人关注下，你看这过去20年。东协大概过去有一段时间他们也跟台湾一样啊，跟大陆一样啊，超过 10% 的成长率、是是。你现在去东协的大城市看看，非常有建设的，是，各方面建设都突飞猛进，政治问题会因为大家的经济生活好改善好，政治的矛盾也都不存在了。那最主要原因还是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啊，把他们的这种啊破坏之手啊拿开了20年。东协就过上好日子了。那现在这个现在美国因为要搞全球大冷战，手又伸回来了。是。那你看东协愿不愿意？东协都不愿意啊。嗯。东协不是因为他们如何，他就是他们很清楚跟美国人打交道最后结果就这样。嗯。对。所以你看，不过这两天他们还是被美国恐吓去了，去到华府去听讯嘛。对。对啊，已经去准备去接受这个华府啊，这个他们的天朝上国的哈、自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对他们这些啊蛮夷罪而小邦的一种啊耳提面命，是，然后呢威胁利诱。不过现在美国是只有威胁没有利诱，因为去年拜登准备给东协10国1亿美金的援助，哇，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说等于就是说。你跑到动物园看到一条大象说来来来过来我给一颗糖吃，来了10只大象说这颗糖给你们去分。我想就是说美国即使想充分利用东协啊，是，可是我觉得不太容易了，这个时空条件都变了。其实我观察这个东协在美国人的认知对东协还是浅显的，他还停留在20年前，就是
这种殖民地时代那种后殖民地时代但尚未真正解殖的一个状态，因为东协四国基本上都是殖民地嘛，要么就次殖民地嘛，唯一独立的泰国其实是某种程度的次殖民地，它就是富强才没有被没有被殖民，那其实也是蛮辛苦的，这边被割一块那边被弄一块，搞得也是七分八数，所以这个状况会感觉美国其实在这边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研究跟考察其实是很浅的，从他的一些反应的感觉，就他就是延续过去的脉络。那我觉得这跟美国资本主义很有关系啦，因为老实讲，政府不重视智库，就不会有人在这边做事情啊。那自然而然，他所做出来的报告都是二流的哦，这个、学者专家也都是二流的，他的主力就不放在这边。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使做请问哦，就说其实二十年这个东协的改变，那这二十年期间，美国势力是不在的，但中国呢是用二十年证明。他是一个可以相信的、哦、虽然他还是有一些给他一些疑虑，但是他是个可以相信的友邦，所以 RCEP 签成了，而且呢这进一步在深化交流，包括最近这个南海共同行为准则、哦、我相信也会逐步来这个做推进，包括菲律宾的态度就很重要、那不管怎么样，那其实是这个地方那个基本盘正在做这些调整跟改变。那刚才大使有讲到美国把大家叫去做训话，但是他现在就真的很想搞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战略或印太经济战略框架，其实讲白是印太博弈嘛。那印太博弈的话，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协就是支点啊，因为 印度在这边，太平洋在这边一个支点这样子。那以这样现在的历史这样的一个背景，美国在印太这个中美印太博弈的这个地方，他们就是接下来你觉得中美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接下来的博弈的一个整个大致的脉络会是往哪边去走？就是说美国基本上只能破坏，只能做一个就好随机式的破坏角色。他没有变法，他没有办法用系统性的啊在这边跟中国大陆做竞争，因为他没有系统。第一个中国大陆的系统就是 RCEP。RCEP 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经济同盟，彼此之间啊给予相互的这个关税豁免，关税的这种啊优惠关税，让这个彼此之间的经济发展啊会越来越密切。这个是系统。这就是 system， 就是说英文叫 institutionalized， 建制化的一个合作机制，是这个力量大，这个哈、啊、它是，而且它这种降税是这种阶段性降税，五年以后更进一步整合，再五年更进一步整合，那在整合过程中就变成资源哈、啊、相互分享啊，然后形成一个哈、啊、一个自然的一种产业的分工。然后中国大陆是以提供它的广大的市场哈、啊、作为这个东协国家哈、啊发展的很重要的基础，因为你要发展你没有广大市场，尤其经济发展你是很困难的，可是中国大陆提供它的市场，某种程度的话中国大陆也提供了先进的科技跟技术，对，那么是透过这个哈，透过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都可以让这些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获得提升，所以这个系统我觉得哈，一个就是 RCEP， 一个就是一带一路，这个系统美国没有办法抗衡的，那所以美国只能零零星星的，那可是他现在这种零星的基本上都是从军事安全的角度围堵中国的角度，这跟目前中国大陆跟这些东协建立所谓的建制化的这种系统互利系统来讲是抵触的，对，所以我觉得除非美国能够提出系统化的对东协可以跟中国大陆现在这种系统化的这种对东协有利的这种架构，那美国是没有办法跟东协在这个跟中国抵抗的，那等于说是螳臂挡车啦。嗯嗯嗯。那美国能用的现在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军队，可你能随便把你的这个军舰开到别人家的外面开炮吗？要别人听你的吗？现在做不到。哎，黑船现在做不到了。嗯。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哈，基本上它是义务多于权利。OK。它是叫你做市场分割的，叫你选边的。嗯。